以前在关紧闭嘛，不是就有人送进来吗？送进来我就会去接啊，接了然后就说你们是犯什么罪啊？三个不敢讲话这样。我说你们到底犯什么罪吗？我们把枪烧掉了。烧掉？为什么烧掉？因为那三个是守海防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的枪啊，跟我们现在用这些枪不一样，那我们的塑胶很多哈、啊。那有一天他们在巡逻，就是巡太冷了，因为海边很冷，他们就说，哎，就很天兵啊，就跑到那个防风林，就说，那我们生个火嘛，生个火是不是比较温暖？哈，三个就挖一个洞生个火。那他们也很屌，哎，那个枪不能掉哦，他们还记得枪不能掉。那我们把枪架在那火旁边，对，这样很亮，不会开。啊，他们就很冷，那就睡着了。然后睡着在风吹什么，那三把枪就啪倒在火堆里面。三个人醒来，很冷醒来。枪只剩下铁的部分，枪管、塑胶全部烧了。这后还要回到部队的，连长看到，哇，关起来！我进这个部队的时候是比小康晚的，我进去的时候呢，那个这个应该是主任吧，就把我叫去，我去奇怪了，我一个新兵一个菜鸟，主任叫我去干什么呢？原来是警告我。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叫陀中康的？啊，认识小康的，正点报事，他跟我非常的熟，他在这边表现得非常烂，还被我关紧闭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你多关一下没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在现场有关过紧闭的，请举手。超过一个礼拜的，请举手。超过两个礼拜的，请举手。半个月的，请举手。你捅什么娄子关那么久啊？本来要判军法了。小乐，因为国家的需要，我就离开部队去支援拍戏。那很好啊，拍军教片。比如他叫我11月1号去哪里报道，但他没有叫我几月几号回去报道，没有叫我回部队，我就继续跟他聊着 disco。然后直到我哥哥来通知我，事情闹大，部队打电话叫我。我去剃了一个很短的头发，然后回去就啊，同安回来了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一句第一件事就先把你的阶级拔掉，这就拔掉了。拔掉之后呢，就叫你把皮带拿下来。皮带哦，就跟那个鞋带拿下来。你身上袜子要脱掉，所以你身上就没有任何是条状物。我记得一进去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要现在吐还是吃完饭再吐？”啊，这里有酒喝吗？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现在吐跟吃完饭吐有什么差别？你现在吐可能吐的是胃液，那你吃饱饭吐可能什么都吐出来。我说那我现在吐好了，那我要做什么？他就说就超体能嘛，然后一开始就俯卧撑100下嘛，然后交互蹲跳100下嘛，仰卧起坐100下嘛，然后再跑步。他们跑步不是算距离的，因为里面不能出去啊，他就这边摆一个板凳，然后那边摆一个板凳，来回跑。他就跟你讲，就这样绕圈子跑。哦，不管跑多久，你先跑40分钟看看。就跑，一直跑，40分钟这样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完那就吐啊！俯卧撑是做到，我那时候体力大概做到俯卧撑做到60几下就不能动。好好，算了算了，那起来做交互蹲跳。你知道交互蹲跳到30下的时候已经变这样，已经这样跳，这还起不来了嘛？下退呀。然后最后仰卧起坐还好一点，仰卧起坐也是做个60、70下，这边已经不行，然后就吐啊，一直吐吐吐。那个前面的墙壁有没有？这样站着，这样一排一排的，对，然后再休息的时候已经准备吃饭，就是整个早上都在面壁。哦，我那时候面壁面的过瘾，各种电影都想一遍，这样啊，这个电影是这样演的啊，我自己多英勇，什么事都想就对了，痛苦的也想，快乐的也想，就是那个面壁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面壁思过，哇，很有效，真的很有效，因为你把你所有事情都要想一遍，你太无聊了嘛，就面墙壁就这么近。那是蛮痛苦，那里面之间呢还有竞争，那个里面是不成文规定，比如说你刚进来做体能，那班长会喊嘛，那喊到80几下进来都不行啊，可是他就会一直重复那个数字，比如说做到84下有人做不起来，他就84，84，84，那我们就在做就一直在84，84，84，你就扁了，那边就扁了，就人跟人就互扁。那军官也不会讲话，军官就在那边84，84，83，83，倒退，扁了，就这样了。